今天长得的人不可貌相啊，哎，学不可斗量。以前还真没做过你。莫文蔚，大嘴美女。对，莫文蔚。我想到她的腿，还有谁？张玉华。张玉华嘴巴大吗？超大的，笑起来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茱莉亚·罗伯兹。哦，她呀，她才叫大嘴的代表。你看她现在是可以说全世界一线女星，可她小时候是被人家笑丑小鸭。对，卡麦隆·迪亚也是。啊，超大。哇，好大，好可爱哦。还谁的嘴最大？你知道吗？谁？小精灵有没有？头只有一个嘴，那够大吗？而且是变身之后，是不是？你说电动的那个小精灵？我跟你讲哦，还有谁呢？舒淇嘴巴也大，也大。蔡依林、九令也大，对，她嘴巴很大。哎，你的嘴巴也大，有吗？你那个是不是大？你就说爱讲话的大。哪有？还有一个人呢、啊，我告诉你，他嘴巴真大。谁？大饼。不是要介绍美女啊？我们中国人是有一些迷信的。以前对于面相学来讲，男人嘴大吃八方，女人嘴大吃蔡康。有没有看到？什么意思？解释一下。蔡康就是吃喷的对吧？来，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嘴美女传奇。你知道什么样的嘴唇最美吗？根据医学报道，漂亮的嘴唇必须上唇比下唇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嘴唇的宽度应该小于鼻子宽度的两倍哦。甚至在日本，艺妓还会用口红将嘴巴画成樱桃小口呢。但是随着凤凰女茱莉亚·罗伯兹、霹雳娇娃卡麦隆·迪亚、性感女神凯莉·米诺等人的走红，大嘴巴已经转眼变成了性感美丽的代名词了。甚至以性感大嘴巴闻名的女星安杰丽娜·裘丽还获得了2005年杂志票选全球百大性感美女的第一名哦。而数年前节目中也推出过大嘴巴美女单元。他们令人不可思议的演出一播出，立刻引起广大的回响哦。今天我猜人不可貌相单元同样请来五位大嘴巴美女，让他们接受现场考验，请大家猜猜看，哪一位大嘴巴美女能够塞下最多颗番茄呢？雷神姐的们 now number one， 好特别的名字，梦烟，欢迎梦烟，翁梦烟，17岁，17岁，哎呦，身材真好呢，嘴巴真的。直接走个台步，来，好像安杰丽娜·裘丽哦，这位长得非常出色的翁梦烟，她非常喜欢自己的大嘴，认为自己嘴大吃四方，很有特色。她可以去选那种世界小姐之类的吗？好美啊！真的大，真的大。谦哥，你要讲清楚哪里大？嘴巴。好。腿又漂亮，身材算很好的。对啊，很健康。对啊，脸上长了一个痣，就跟蔡琴儿一样的，有没有？很 sexy。喜欢吗？自己的嘴巴？超喜欢。遗传吗？对。会唱 rap 吗？有啊！你的嘴巴那么大，到底会不会 rap？ 不要假装你是黑人，其实我们看得出来，你应该是个黄种人，脸上一个痣，看起来像蔡琴。蔡琴又不会唱 rap， 但是你会唱吗？啊 ！Big Mouse， 你的猫，你的猫是 Big Mouse。如果你不会唱那个 rap 的话，你可以这样。嘟有什么意义啊？嘟什么？的话可以嘟得特别快速，会真的吗？嘟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好像唐老鸭，好大片哦，好大片，好可爱哦。听说一条唇膏只用2礼拜，好，我都用半年呢。啊，有一次更夸张，太用力，唇就半条。就不是遗传爸爸还是妈妈 ？Cute 爸爸，好像梁朝伟在一个电影里面那个吃东西很怪，吃香肠的那个。对对，吃东西很快，《射雕英雄传》三明治两口就吃完，枣子吃起来像葡萄，好可爱哦！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很容易可以放进去，很容易就放进去。对，枣子就这样就放进去了，就放进去，然后就唰连籽都不吐出来。没有，我现在才发现你是17岁刀吧？对哦，17岁这件事，16。哎呀！你们未来的老皮都在这里了，老婆，16好小，来认识新哥哥，认识新中央，
东西，哎，好可爱，哎，对哦，那十七岁他很成熟的，16岁你念国高一，高一是吧？哦，不错，哇塞，姐妹俩啊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恐怖了。他跟他的妹妹，跟姐姐啊，妹妹，跟姐姐啊，两个人一旦吃完麻辣锅出来，嘴巴变很壮观。你这总裁一定很……可能就像那个吃东西过敏吧，肿起来了。啊，好可爱哦，可爱，真的可爱呢。男朋友嘴更大。而且他觉得接吻两个人像是在互舔香肠。哎，那是 A 片好不好？搞清楚嘛。那我是，不是我想要问他一下。吃亏了嘛？嗯。那个嘴大有什么好处吗？嘴大就是人家一眼看到你就很容易记得啊。哦。就什么都大，就很鲜明。那你有没有什么那个外号跟嘴巴有关的？就很难听哎。没关系，就国小的时候人被叫过黑脸大嘴，黑脸大嘴婆，好长的名字。黑脸大嘴婆，你等一下，黑脸大嘴婆，你等一下。我那听起来像日本名字那么长。对啊，宪哥的比你更长，他叫做红眼色胚大银王，已经有学生会背了耶。讲笑话嘛，我们今天特别注意哦，我们比赛哦，看谁的嘴巴是最厉害的，我们塞小番茄。能塞最多的就今天的冠军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是我们的一号翁梦烟。现在还是要摆一个 pose 嘛，好漂亮哦！二三，梦烟，哦耶！一号翁梦烟嘴巴总共有9.5公分宽哦，是他的特色，谢谢。欢迎第二位潘伟林小姐，哟。潘伟林，22岁，165公分，50公斤。大嘴美女不为人知的困扰是，困扰是喝汤容易烫到嘴，礼物都是护唇膏。他最喜欢吃的食物是麻的，特别是芋泥，因为很方便，摆上去横拉就结束。第二排，连谁看了他都害怕，你知道吗？谁？绿巨人。潘伟林小姐，哟！潘伟林，22岁，165公分，50公斤，大腿，也好大，帅，可爱，笑强，可爱，小甜心，来，这位笑起来很甜的潘伟林，本来很讨厌自己的嘴巴，自从有人说像某某明星才释怀。哦，人家说像哪一个明星？真的有，真的有像，有。他旁边也是笑起来有一条，你看像不像？对，有像哎！你变态！哎，我超喜欢他的。要整个人捂起来，1/3才像，那有什么好？没有，他这样就很像了。长相不像刘德华，你们自己看。像还是不像？还是不像？这样子，这样还是不像？像烂掉的刘德华。我小时候露一个眼睛嘛。啊，真的有啊！他真的很像哎。对呀。那么你也可以走性感路线呢。有困扰吗？嘴巴大有困扰吗？像到好小啊！有，常被笑啊。笑什么？笑说就是很大，然后好像很会吃东西。他的大是那种笑开来才发现很大。对你平常这样起来 OK。笑，咕叽咕叽咕叽，你看。没有，他平常合起来。平常是合起来，要吃人的时候，你以为是河马？怎么这么像啊？然后他嘴巴大，困扰是喝汤容易烫到嘴，礼物都是护唇膏。他说很讨厌涂护唇膏，但人家要送这个东西，因为一涂感觉好像在滴油的香肠。就是说涂了之后，那个嘴巴看起来像滴油的香，可是那不是很好吃的感觉吗？对啊，垂涎欲滴耶。嗯，也不太好吧，看起来就像刚吃完鸡腿啊。你真的好，你就一直笑吧，好正哦。他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芭乐，特别是玉米，因为很方便，摆上去横拉就结束。第二排，连谁看了他都害怕，你知道？谁？绿巨人。绿巨人都要
敬你三分呢。绿巨人是谁你知道吗？那个玉米罐头上的绿巨人浩克，博吃哎。目前哪一类型？你来吗？跟我一样厚嘴唇的。你来吗？你来吗？在哪？在哪？哦哦哦哦！哎呦，好帅哦！哎，哎，哇，哎，他嘴巴蛮大的，你还一直摆 pose 嘛？他对厚嘴唇的男生特别有好感，像是李威。哦，李威也是真的厚，因为我觉得他很帅啊。可是有的朋友就说还好，我说因为我最喜欢他那张嘴，很性感。哦，所以你挑对象也要挑有厚嘴唇。对对，哎，练巧练书的时候，你们都长这么完美，有没有被人家嘲笑过？其实我念书的时候是不太好看，但是后来变。你呢？思璇，思璇，你有没有被人家嘲笑？有被取过很多绰号，什么绰号？比如说。电线杆啊，竹竿之类的，因为从小就好事，小时候不觉得是好事啊。姐姐，有人在中学的时候嘲笑你，两个女杀手会过去砍他。谁嘲笑？有啦，就是那不是嘴唇，是眼睛吧？哦，老师叫你睁开眼睛，上课怎么闭起？我其实很认真在看，就是很认真在听课，可是老师就指着我，林俊杰，你给我醒来。就行，哎，你跟郭士伦差不多嘛，郭士伦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每一个人都有童年，对不对？谁没有童年呢？你那什么？那我的伤心处。是应该小时候的外号是什么？对，是色狼吗？我们是色狼。小时候我们家真的很苦。你家小姐，人家小时候不是家境很好？你是惨叫啊！哎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很孤独。因为你不是有兄弟姐妹吗？没有，我到晚上自己不敢起来尿尿，因为我尿尿要走超过2公里才能找到厕所。我们家太大了，爸爸妈妈住的地方都好远，我们要找对方都要互相打电话。爸，你在睡了吗？哦，晚安，爸爸妈妈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哎，六十几个佣人，是一笔负担嘛。你是很讨厌的，讨人厌。好，来来摆一个 pose 嘛，好吧。啊，来来来，好漂亮哦，慧玲。哎呦，大嘴巴在开。二号潘维玲嘴巴的宽度也有9公分宽哦。两个都好可爱嘛。第三位谢嘉轩来了，欢迎谢嘉轩，20岁，165公分，43公斤。嘉轩，哎呦。还有酒窝，好可爱呀！我自己看香港，赶快访问他那个中心大学的谢嘉轩，他画口红的时候会刻意把嘴巴画上，绝对不涂深色的口红。哎呦 ，My goodness！ 他长得有点像那个。我帮你们问，我帮你们问啊。第 question one， 第一题，仔细回答，也很可能是你的最后一道题目。我有没有男朋友？扶着你的左心左胸，请问。今年几岁？20。哎 ，OK， 高射炮。请问有没有男朋友？有。要来吗？到后面休息了。好，来啦。好，再见。一起来介绍第四位爱到节目。所以你自己觉得你喜欢你的嘴巴吗？不太喜欢。可是现在这么多漂亮的明星都是大嘴巴，你会不会开始漂亮？对呀，漂亮。我比较希望我生在国外，因为其实国外的人他们会去做封唇的手术。封唇？因为他们嘴巴都比较薄，他们会希望做封做嘴巴先厚一点。台湾现在也有啊？有吗？有啊，比较少。台湾的男生比较喜欢比较薄的。听说人家遇到你都会叫你表演吞拳头啊。对呀，你可以吗？我并不行，试试看啦，并不行。没有，人生很多事情你不试你就不晓得到底。我试过很多次，试试看。不要再逼他了，嘴巴大不等于可以吞拳头啦。对，因为我不是大饼，不能再逼他，好吧？有一次吞男朋友的拔不出来。哎，医生啊，你帮我们看看啦，他现在咬住，吞进去了，咬住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比较幼稚一点。在展场，什么？展场啊？你是 show girl 是吧？是 show girl 还是 shower girl？ 主持人。
主持啊。对，我的愿望就是把你干掉。有这个目标是好的啦。在展场遇过喷不明液体的变态，喷在哪里？腿上。那还好，那是不明的，那力道还不够了哈。哎，这样很恶心。拜托，这款物件，囡仔是带过去，老人是滴到鞋啊。可能是老先生了啊。怎么这样子啊？哎，我觉得那样子很不礼貌。结果他是为什么？他不是我不知道是谁耶，因为人群很多嘛，那时候是验 DNA， 但是不明的液体，那到底是什么液体？他搞不好不一定是那个液体，就是有我以为是口水，因为就是白白黏黏稠稠的。哦，那应该是洗发精啦。但是那个味道呢，就是比较腥一点。哦，对，好可怜哦。我觉得女生有的时候真的要保护自己，不要闹了好不好？在腿上啊，今天还有才艺表演 New Jazz 啊，对。哦，正，想不想看一下 New Jazz？ 当然要喽。这个时候，让我们欢迎，就是看别人的女朋友了，管他。谢嘉轩，哟，哇，他真的会跳的。咦，哇，很会跳哎，好会跳哦。哇，厉害厉害！哎呦，哇，好细啊！刚同学就在讲呼嘎仔，肩带掉了，还好是别人的女朋友。怎么这样啊？对不起。好，很漂亮，摆一个 pose 吧。也回去问候小叮当啊，好吧。来了，一二三，哟，嘉轩，好。三号谢嘉轩嘴巴的宽度同样也是9公分哦。谢谢。厉害的，像刚那个表演的时候，那个肩带掉下来很糗的，你看，你有没有表演的时候遇过糗事？我有一次表演的时候 ，new bra 掉下来。new bra， 哇靠，都吓死人了。对啊，掉一片两片。就两片都掉了。哇，两片这样。对。啊，结果呢？结果底下人立刻觉得是不是一个小男生在台上跳舞？你有糗过吗？有。怎样？有两个大糗的。两个大球怎么掉出来？很糗的，我猜一定不糗，超糗的。有一个讲啊，有一个很糗的拍戏，然后要拍人家打我之类的，我就跌倒了，就大概过10分钟，那个我们副导演就突然拿一个东西给我，一看是我的水饺，就是我的胸垫被弹出去了。那另外一个，他当场有拿去下水饺，没有，他就给我，就想说什么热热，他就说热热的给你，然后我一看。不是我胸垫吗？然后你看胸垫怎么落在他手中啊？我还问他说你在哪捡到的，在哪捡到？他说陶咖，然后陶咖，好丢脸。那另外一个呢？你说两个大球？哦，有一个还好啦，就是跳舞跳一跳，然后手一举起来，然后那个小可爱就往下，然后就剩胸罩啊。这个还 OK 啊，因为以前是团体，然后就有那个人家帮我掩护之类的，就突然跳成这种舞，是不是？可是，对。而且是所有人因为觉得很丢脸，把它摆在第一个。不是掩护他，就变第一个。可是那胸垫掉出来，那太丢脸。如果是一个男生捡到怎么办呢？我想那个男主角应该已经看到了。也没用了，俊杰都听到了。俊杰，你会因为这样不喜欢我吗？他本来就不喜欢你，他喜欢是我。俊杰有没有曾经在舞台上 new bra 掉出来的经验？啊？我有一次
次很丢脸，就是那个时候要穿那个小背心，然后里面就穿那个无肩带内衣，然后下面是格子裙啊，然后那个小背心塞在那个裙子里面，然后跳跳跳跳跳，那个无肩带就掉到肚子上面，然后台下的观众，我已经看到台下的观众，因为大概只有这么近，然后台下第一排、第二排都在窃窃私语说那是什么、啊，那是什么、啊，然后我明明在唱歌，我都还听到他们说那是什么、啊，那是什么、啊，然后后面很丢脸，是我边跳跳跳跳，然后前面的两弯就跑到后面去，两弯还跑到后面，很丢脸，是的。两弯会跑到后面。我是大球的，就是我出外景，然后当的是我外国人面，然后就玩水上活动，然后结果穿那个海滩裤，结果太兴奋，我因为我在学冲浪，然后就成功了，太兴奋跳起来，然后结果整个裤子往下。但是冲浪裤没有内裤的、啊，整个整件全往下。全裸啊？那现场外国人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？Oh my god！ 没有，什么不是 Oh my god？ 嗯，哦。这么不屑你啊？嗯，哦，嗯，哎，没关系啦，四轮，老外你看到了，你平常你尿尿都要找好久，老外怎么能看得到？太厉害了！第四一位周以恒来了，哟，周以恒，欢迎这160公分46公分，九宽，九宽好大，我才史上最劲爆，挑战尺度极限，喜欢看什么？男生上厕所，还喜欢帮男生比大小。下课啊，男就看男生上厕所。他昨天说，哎，原来你长那么壮，也未必很大吗？哎，你都你就直接这样看、啊，你敢哦？哇，录影好好看哦。后来嘞？后来你们，我这个还想得金钟奖哦。周以恒，十八岁，160公分46公分，九宽好大哦！我天哪，哇，好像啃玉米啊！我的妈哟！嘴大，但是其他地方也很大。嘴巴9公分啊！来来来来，悠悠。周以恒他的绰号是鸭嘴兽，羡慕朋友嘴巴小，想要做消唇的手术。啊，好可爱哦！好可爱。著名的感觉，你会让人觉得很亲切啊！不要去做了。你是原住民吗？对啊。是哪一族的？泰雅族。傣雅，傣雅。要不要用泰雅族的话跟大家问好？我不会讲，不会讲。哦。Terima kasih。哦，那马来马来呀 ，I'm sorry， I'm sorry， 没有拿到。哎呀，在这已经抓到了，帅啊！帅帅帅帅帅帅，是今天来所有男朋友里面最帅的一个。真的蛮帅的。可是他接吻的时候，男朋友抱怨整张嘴会被罩住，不能呼吸。对，哇，好，这么厉害。不是他，而且他是他，不是他。拍谁系列哈？好巧啊！也不是旁边那走路。他听到我讲的时候，他还倒抽一口气，这样。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这过去的事了，过去的事了。而且那个前男友一回到家，妈妈以为他去游泳。要不然怎么会带蛙镜呢？有蛙镜的人，绰号叫做鸭嘴兽啊，太过分，怎么可能？以前嘴巴很大，超大的。现在也不小。你喜欢藏那里吗？可是很漂亮，真的笑起来很亲切。他最自豪的事情是眼睛。没有，我说事情呐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有孝顺老师啊，或干嘛，跟眼睛是不可能孝顺。还有说啦，学习 CPR 的时候可以盖住安妮整张嘴，一口救活她。对啊，我第一个抽中的。你第一个抽中，而且我又第一个可以吹起来的人。是救活安妮哦，你不要去想到别的哦。你了解了，你可以吹起来嘛哈？可以吹。那么。喜欢看什么？男生上厕所，还喜欢帮男生比大小。等一下，你怎么样的情况？你就闯进男生厕所，然后大看一下，说哇，这谁的比较大？没有啊，下课啊，男就看男生上厕所。他昨天就说，哎，原来你长那么壮，也未必很大吗？你就直接这样看、啊。你敢？
后来你们，哎呀，我这个还想得金钟奖哦。是不是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像个男生，所以他们觉得无所谓吗？这个女生怎么样？因为我比较随和。你没有学到的可以看他上厕所吗？没有听过随和的可以看男生的那个。你下次要不要来看我上大号？哎呦，反正你那么随和。我小时候男生啊，我特别喜欢问男生，哎，你要不要上大号？说要，然后上去他等了五分钟，我用10块钱把他打开，然后他便就冲在那边。哎，说这话听不？哎，很恐怖哎，你们怎么太恐怖了吧？这你是偷窥狂。不是我觉得看，因为男生每次都喜欢欺负女生啊。哦，所以你是帮女生扳回一城。男生都会说啊，谁胸部大谁胸部小。对啊，然后每次都被人家讲。该你去小别人。你欺负他啦？没有，这个我惹不起。欺负他啦？你好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他什么时候去上厕所？好。我没。宪哥，一年 size 你要怕吗？怕什么？哎，对，我看过一个男生，好瘦又好小，超。选择男朋友的条件，嘴巴一定要小又薄。对，可是你不怕遇到薄情郎吗？人家说嘴巴薄是感情。可是你不觉得两根香肠粘在一起很恶心吗？还蛮热情的。你是在说二号跟一号的？没有了。好。那我要问，人家说看男生的弟弟看鼻子最准，这是对的吗？不准，有个人鼻子超大，我超想看，终于被我逮到机会看，大姐，夜深了。好像还说终于被逮到机会。不要。什么叫终于啊？就是他，因为他很怕知道我让他上厕所。然后你终于逮到他要尿急的时候。没有，他那时候他一直不想不就是一直他会特别跑去别洞去上，然后别洞去上。对，然后后来有一次我说算了，跟踪他好了，然后还算了跟，哎，真的逮到了，因为他开门他要上进去之前还左右看一下。他是上大号还是小号？大号。你敢看人家大号？敢啊，因为他蹲下去那个很完整啊。好，这是周以恒，要不要摆一个漂亮的 pose？ 非常可爱的个性。三，哎，谢谢。四号周以恒，他的大嘴巴也有9.5公分宽哦。我们也是访问到恐怖的哈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好大。好了，最后一位严丁安友，欢迎。严丁安友，十四岁，164公分，46公斤。哇，安友真的大哎。台步有来，哇，大。严丁安化妆的时候会故意把嘴巴画成樱桃嘴，而且他的嘴唇常常往内缩。哎，怎么我们今天来的人身材都这么好？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严丁安。你会怎么样故意缩你的嘴巴？就是缩缩看，我看你就把两上面的肉咬进去啊，这样。有在说吗？有，就是下面那个肉，你要把它咬进去，然后不能张开嘴巴，这样。我张就变小。自己心里面的安慰而已啦。你自己喜不喜欢你的大嘴巴？其实我以前不喜欢，不过我现在 OK 了。对啊，笑起来感觉很开朗啊。现在 OK。对啊。冬天的时候嘴巴很干裂的很夸张，没有朋友愿意借他护唇膏。好可怜哦。我每次跟他讲说，哎，你借我用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其实因为我下嘴唇很，就是表面积很大，所以有时候也好面积，对。然后大家都觉得，哎，你自己去买啦，这被你用一用，很快就没了这样。他说你肺活量特别大，很好笑哎。他说他游泳，他吸取进来空气段，然后这样可以游25公尺。然后同学都以为他溺水了。对，就因为他可以憋太久了，好可爱哦！憋一把憋很久，就对。对，然后我就去那游泳池，那救生员，因为我第一次去，然后他就以为我快溺水，他就拿那个杆子有没有下去戳我，好好笑。不是，你可能憋一口，然后一直都没动，在原地。对，没有前进是不是？我就让他一直浮，一直浮。就一直飘过去，然后他就拿手有你伸直还是有搅动？我就是动完，然后我再扶，他就动完之后，然后身体就让他放直。对。啊，你嘴巴有讲话吗？这个时候应该讲段正淳啦，命来。好。
顽皮耶你。嗯，没有朋友愿意跟他共吃一份食物。哎，你的朋友都很嫌弃你的大嘴耶。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不过他们其实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分一个东西嘛，然后大家分一半吃。汉堡你吃两口就没了。我真的是，我觉得我已经咬很小口，他们觉得就是真的很大，对，然后一下就没有气，对，他们就觉得算了，你自己去买一个算了。我还是觉得那披萨的故事蛮好的。怎么样？小姐，请问你的披萨要切几块？四块还是八块？嗯，切四块好了，八块我吃不完。切四块跟八块不是一样的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要看看他们五位当中啊，哪一位的嘴巴比较大？来，五号严丁安，他的性感大嘴巴也有9.5公分宽。今天我们的这个考验非常的特殊，一般在我们电视节目不容易看到，偏偏呢，天下新鲜事就在咱们的摄影棚。中式的我猜，供给大家一个。以上这五位大嘴美女，究竟哪一位的嘴巴能够塞入最多番茄呢？不要走开哦，广告过后马上告诉你。以上这五位大嘴美女，究竟哪一位的嘴巴能够塞入最多番茄呢？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吧。吃最多颗剩女小番茄，四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她胆子感觉比较大，然后非常非常的大方，所以她应该会不惜牺牲色相去。去吃，对，去吃那个番茄。那他嘴巴一打开，感觉好像有咬着一根玉米在那里。你在身边我会吐，请你们两个赶快回来。没有，换二号坐哪？你觉得是几号？黏的我，伸舌头舔你的脸，记得温柔。你觉得是几号？我觉得啊，你觉得是几？气死人了！回来。我觉得会不会太没出息了？你觉得二号吧？哎，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呢？这代表你喜欢他吗？我很想了解你内心的深处哦，就是你怎么会选二号呢？那两位嘉文，你算你过来坐。两位花痴，给我回来！好了好了，他有才华。就我们就不会黏你。好了，郭士伦你也不错了，对吧？你也是谁系的吧？我们太熟了。原来会唱江南有这个好处。好，你觉得哪一位？嘉文，我觉得应该是五号。哎，五号，因为我觉得五号很大方啊。然后，其实有时候吃东西吃很多啊，是那个不怕出糗。就是虽然嘴巴很大，他就敢塞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是五号。我们有专人来帮忙塞哦。好，听起来好恐怖哦！我就是五号。五号，来，四轮，我觉得五号。哎，你也觉得五号？对，因为呢中两元。因为我觉得我刚刚不只看他的嘴巴的宽度，还有看哪里？还有看，其实你看侧面的时候，你看他的深度，腮帮子，哇，塞东西的深度啊，还而且看塞多少，好厉害哦！阿三。一号，一号，哎，我觉得一号是吧？确定了啊！现在大家买定离手，下西瓜赔西瓜，下西瓜赔人头，一起来看看我们到底哪一位是我们今天最大的，请看考验哟。来宾猜测结果，除了三号之外，其他都有可能成为今天的冠军，究竟结果如何？我们赶快和同类看看答案揭晓吧！穿番茄大考验，各位，世纪大考验。现在五位佳丽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也各有各的选择。现在请拿第一粒，请吞。太简单了。好，现在大家都吞第二次。等一下，要一起。第二粒，有。一起哦，要一起。第三粒，现在马上就要第四粒，一起。很快就会第五粒，五。呀，第六粒，嚯，我要抢。我们一般人是几粒啊？第七粒，一般人七粒就差不多了。第八粒，像张庭的那位小姐已经有点不行了。第九粒，嘴巴合不起来也没关系，放得进去就好。一号好像没吃过一样。一号加油。哎，还拿在手上。五号严丁安想笑场，对不对？放弃。第十粒。严丁安先放弃。那五号可以吐出来了。十一粒。
哇，好厉害哦！一号加油，第十二粒，不简单呢，准备把碗端在手上，第十二粒，二号，三号，不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们看一下，现在放弃的是3号跟5号，剩下1号跟4号做最后决战，最后一粒。1号跟4号究竟谁是今天吞番茄的冠军呢？究竟谁是冠军呢？快看答案吧！最后决战，最后一粒。1号加油！1号和4号都好厉害哦。再一粒。地址15了哎，太厉害，15厉害了，再一粒，好厉害哦，大嘴巴，17粒，超厉害的，好厉害哦，好来，哦都砍七啊，哎这已经变番茄酱了，等一下，5号把番茄全吃了，各位。扣掉啊！哎，在嘴巴里面那么多颗还可以吃。对不起，你再吃一次，让我。我们等一下要算几颗呢？哎，你嘴巴是果菜汁吗？我们等到明天呐，果菜汁出来又不完整，怎么算？没关系啊，又被我压破了。他是第一个放弃的。所以很多东西告诉你含着不能咬嘛。检查一下。哎呦，哎，很难检查哎。没有啦，就结果就输了，他就冠军啦。4号，可是1号也是啊。没有没有，我来算，你们几颗算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6到17啦。18，恭喜4号获胜。谢谢，各位，一般人呐、啊，一般人大概6、7粒就差不多、啊。我没有有试过，试试看呢、啊。哎，不要浪费，这里有刚刚。3粒。3、4，这是一般人。5就差不多想吐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16粒耶。6，少说要8粒嘛，我挑小的，差不多了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好厉害哦！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冠军是我们4号，今天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几位嘉宾朋友，他们有出唱片，大家好好给他们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产品大卖，出书也大卖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回到我们，啊，下次同一时间回到我们，我猜，我猜，我猜猜猜呀！